然后睡电脑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小叔。那么最近熬夜太多，这个气色不是很好。今天特地来朋友这里抓几只山鸡来好好的补一补。这里针对这里换热。Try to stay strong and fake a smile until I look away. But I've known you too long, it hurts to watch your blue eyes fade to gray as you fade away. As you fade away. 哎哎哎，好久不见。嗯。我说拍了家姐啊。开你门了，我开门了，你进来，我关门呀，开 WiFi。哟，跟小哥都来了。跟不起呀，他看你来小，但是我装的扎实。我以为外面那门大点。他目的就是那么大了的，除非是养了有帮忙有钱，他是一定有没有，所以就是那么大。哦，有那种机关，那耳朵像耳朵一样。没事，没事，他硬件。硬件呢？哦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我们给他带的那种塑料的。哦，我以为是机关呢。因为从给他从多过开始，从来打架。看公鸡什么故事？公鸡的漂亮的。真的？很美丽。这边一下子。公鸡在沙地里面那个多的。哦。男的。男的有没有？哦，这么大的，你关门看不？有很多的。种几步步的呀？种多少斤呢？没挨斤挨个。挨个的呀。啊，多少钱过啊？这个是七十的，七十，隔壁一年的鸡七十块，嗯，隔壁还有种子叫55，那种小，是五六个月的，五六个月呀，嗯，那吃饭吃老水平了，嗯，还可以吃完吧，哦，哇，哇，哇，像这种云南的都要五百多，因为这干部养的话，更贵啊，它这个也冷呢。拿大家的嘛？哦，拿大家的可以啊。你看刚才做的都没动是吧？你拿过来的，是否没有这样出去啊？慢慢慢慢走。可以，可以个，蛮大个的呢。有个鸡皮壳光个光。哎，这个比较小啊。嗯。那这个还有什么呢？牛大理。牛大理啊。啊。等下拿这个来煮汤啊。现在把它拍散再切，太硬了这个。这是公鸡啦，母鸡，拿这个母鸡来炖汤，给这个红枣、姜片，还有这个东西牛大力啊，给这个矿泉水。这个枸杞等出锅前再放。像这种鸡，水开要煮半个小时左右，香不不？闻到那种土鸡的味道。这里还准备了几个菜，等一下这个鸡跟这个做个黄焖鸡啊，这河边鱼配菜在这里，再炒个酸辣空心菜梗，锅烈下油啊，先下鸡蛋，炒上下配料姜蒜，下香料炒香。全部炒香，等你久，给它酒味挥发，下豆腐乳，
两块，都不如炒香的生抽，盐一起炒香，给点姜水，盖上盖子，中小火把它焖热。这个咸菇出锅前十分钟再放上去的啊。现在这汤汁收的差不多了，再下这个生抽、蚝油、豆腐乳，现在下比较香甜，再给它焖两分钟。最后下这个芹菜叶，名人不说暗话，我喜欢你。来吧，兄弟姐妹朋友们，动手了！先喝这个鲜鸡汤，来，吃啊吃啊吃啊！嗯，要当主角算，还有我吃。要香甜。OK 好，来了，来了，嗯，真多。你今天早上早起来是不是这样？一碗水给你吗？